就这刀哈，不能崩，它是纯铁的。你看我这已经做了第二次就剁坏了，不能这么来回崩。你们平时看直播吗？我是做饭，每次我都在看着直播。然后你们听见的时候，我基本上都是这样式，或者是戴着蓝牙耳机。辣椒油没有了，赶紧上点。我家离不了这玩意儿，就是我这两天我做有时候我也不吃，我只要一吃饭我就得整辣的。
没有力气，歇斯底里。